给宝宝安排一个专属小沙发，孩子坐上去不要太享受。它这个是专门为宝宝设计的，坐上去高度刚刚好，学习休息都很舒服。侧边还有一个收纳兜，可以放绘本和玩具。雪花绒的材质很柔软亲肤，里面填充的是环保粒子，就算坐久了也不塌陷。关键颜值高，质量好还不贵，快给宝宝安排吧！